都没有一个喜欢给你画饼，这老公是什么体验？嗯，这好甜啊，你身边在哪买的？巨大的，我还想喝，不够喝耶。你喝完这杯吧，这次家里没有橙子，下次给你倒上。老公，难不成不能去环球影城啊？好怀念哈利波特呀。但是外面不是危险吗？过段时间咱们去吧。嗯，行吧，那这样子咱们在家过，人多了也不太好。在家过。行，咱不是去凑那个热闹，在家我让你过去凑一个，好吧 ？Later。哇，老公，你这哪来的圣诞树啊？喜欢吗？神奇动物在哪里？看看怎么样，好看吧？也太好看了吧！还有最喜欢的秀秀。哎，这个呢，乐高。等到圣诞平安夜的时候，咱们俩一起吃完圣诞大餐，再把这个给拼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一起看一下，重温一遍《哈利波特》。哇，这个也是哈利波特的。真的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还有呢。还有什么？凯老师喜欢喝的橙汁啊，这次橙子管够，想喝多少有多少。我每次都是随口说说的香，我以为你都是随口说说给我画大饼呢。你就是随口说说，我就随便做个馒头，就哎，正好做的是馒头。那你说说他的，不要全是对手吧？对，我就是你的对手。